第一，我已经履行完判决了，我这边是有法官给我的一个确认收支。第二，我没有被封号，我现在我还能登录我的账号，跟黑粉吵架，把自己给骂处罚了。打这场官司之前，我其实还打了四场官司，这四场官司我都胜诉了，我只是没有发出来。好像就是该起诉起诉呗，我准备是起诉他性骚扰责任纠纷，就真正面对这个性骚扰责任纠纷这件事儿。另外一个我要去起诉另外那个妹子，就是意在从中作梗谎报信息还有删除聊天记录的那个妹子。